什么伤，老婆？这点力气都没有，还有什么？别笑，老婆来压他了我。你咋的？钱出来了，我给你揍你！哎呀。铜钱算，后来跟你说的了。我跟你说哈，这2000块钱要少一张，哼，你姐就死定了。数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哎，才多一杯嘞！我看那么辛苦，把我的钱揍了一杯进去。我这种偷钱的人说，那我不相信我们结婚那么久了，真的是。如果你对不起嘛，这边我你拿不要，拿的话我真是烦得很。好，再给你200块钱。好，美女，你钱掉了。这不是我的钱啊。不是你的钱啊，那我们拿这100块钱去吃饭，好吧？啊，走。哎，这是个好办法。嗯，妮妮，干嘛呀？你的钱掉了。谢谢。媳妇，我回来啦！老公，你回来啦！我爸妈也来了。爸妈，你们等一会儿啊！别感冒。过来接我一下，不用开车，开飞机就行了。啊、喂，爸，把咱家大炮拿出来，看到哪有飞机你就打他。
Right.